今天我们准备测评的这款油烟机是方太的 EMS9018。作为方太海外热销油烟机之一，它是一款典型的欧式机。纯黑触摸屏，高端典雅的 All Touch 按键，搭配三档风力，更有锁屏功能、延迟功能、照明功能，大气不锈钢外观，让你物尽其用，尽享其中，所以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青睐。说到吸力，那我们就先来测试一下这款烟机的吸力到底有多大。老规矩，上道具先让它吸吸看。可以看到连最外侧的烟都可以被吸回去。这样的话，完全可以满足北美四五眼烤箱灶的吸烟需求。接下来，我们再来测试一下它的噪音情况。几乎完全听不见它的任何噪音，所以这个声音是真的小。怎么样？视觉、听觉都得到了证实。超安心。一台机器最难搞的应该就是清洁了吧，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试一下吧，看看它是否易清洁。这块是干嘛用的？这款机器超级人性化的一点就是它可拆卸的叠翼板和瓦楞网了。可拆卸的板子擦起来也是舒心很多呢。最难搞的搞定了，我们就再看一下其他部分的清洁。让我们拆下来看看。哦，原来它就是这款机器的可视化油盒，擦一下，畅通无阻，清洁问题轻松搞定。最后压轴的来了，就是它美观度与时尚度都爆表的外观。嘘，别说话，让我们静静地感受一下。当然，除了以上性能，这款机器还有其他的诸多优点。比如油盒上贴心的设计，可以直观地看见里面的滤油量，让你时刻掌握清洗时机，还有自带的 LED 灯，提高你整个烹饪环境的亮度，还原菜品成色等等，这些不需要测试就能看到的贴心设计。好了，今天的测评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